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南小齐哥的频道。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南小齐哥的频道。我今天要介绍我们新化一个在地的欧连达，然后它最有名的是这个干莲肉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甜不辣，花生甜不辣，然后一定要用点辣酱。嘿，辣酱快点，小胖辣酱，都还有这个辣酱，哦，这样才好吃。对，然后我之后片尾会放我个人会吃的东西啊，然后还有这个大炒包小肠，这个我也很推啊。哎，那是你的哎，啊，它可以加蒜头，对，然后啊，等一下，关东煮的汤可以续，哦，碎，啊，芥末油糕搅拌一下，真的，芥，然后它这个大肠包小肠芥末可以拿起来，它二芥 ，OK， 那就今天频道就到这边。